走了。在下雨，但是在我没法申请。不用申请，就一男是吧？那对。曼谷还在下雨，这台词有点。我自己要吐了。哎，有个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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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以为它很大呢。哇，这样好好看，这个光在这上面。啊，下一套啊！对，不是要拍那个孙悟空吗？买一个，买。How much？ 棉花糖。打开了。嗯。有种棉花糖的味道吧。棉花糖怎么说？Sugar。好快啊，这个你但在视频里看不到，但听你听这个声音能听得到它的那个是速度。哎，你看这个好可爱，这眼睛在这儿到哪行拍一个。哎，有条死鱼，下雨下大了。可以拿下来，好多两百张，解开了。他们看到两个大的，有个大的，有个小的。这个都是他们自己编的吗？还是去？那你考他编？ใช่เป็นแฮนด์เมดที่เราสั่งมาจากญี่ปุ่นแล้วก็ส่งไปให้กลุ่มแม่บ้านโต๊ะสอบที่ฝีมือเองค่ะ。告诉，它叫做赤耳。也不是，看找到吗？这个是另外一个，是，没有，哦，这个好看，它这个捆的方法。好看吗？我觉得这个颜色挺好看的。哎，你站着，等一下。嗯。哎，为啥？刚才我鞋粘在这儿了。哎，为什么？等一下。演艺事件。两家店比较看那家店要正规一些。我都已经脑海里面就是模拟出了一个剧情，就我这边买了个录像机，然后去看的时候里面有一段非常恐怖的视频。